它叫做我是水，因为它的成分百分之百就是水的。那这个清洁剂有个特色，直接被喷满脸了。有没有闻到味道？没味道哎、欸。你的脸有没有腐蚀了？其实没感觉，老实讲。对啊，来喷喷手看看。哎、欸，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伤害，对不对？而且吃没味道。E-Water 这个产品呢，它成分百分之百就是只有水而已。那它经过了物理性的变化，所以它的酸碱值介在13到14之间，但是完全不具有腐蚀性，所以呢是可以用来做一般家庭性的清洁，并且做简单抑菌的一个最好的工具。E-Water 这个技术呢，是我们7年前从日本带进来台湾了。那它的最主要的清洁原理呢，就是说它有这个负电离子跟一般脏污的正电离子做表面的结合，然后把它带离开物体的表面，然后进行清洁，所以它并不是那一种具有腐蚀性的作用，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物理性的安全性的一种清洁作用。那这个呢是我们用电解的方式把 iWater 好，就是我们的金字塔能量活水呢，是做一个物理性的变化。那所以呢，它的 pH 值高达到13至14。13，天，我的脸怎么办？13，没有，但我觉得很安全，没有腐蚀。倒也是。如果呢，要做家庭清洁的话，可以在餐桌、餐具，甚至儿童玩具，还有在厨房里面，在烹调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开始使用。而且一个最特别、最特别的地方是，这个清洁剂本身就是可以吃。所以呢，在做卤肉的时候，可以加5cc 进去卤肉的汤汁里面一起卤，那肉质很快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嫩。那身体的话呢，可以放在手部做清洁，像前一阵子啊，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正兴盛，买不到酒精的时候，其实呢就可以做这个手部，还有呢电梯按钮啦，甚至呢3C 用品都可以使用。健康生活回归自然生活的方式呢，普遍的传递给每一个人，然后不仅仅只是一个理念，我们要这个落实。我们现在呢都是主要是进行网络上的行销，所以呢只要去 Google E-Water， 那就可以连接到我们文南社会企业的网站，在上面购买就可以了。